欢迎回到现场，我是桃子姐哈。五成的企业主呢说这些硕士生呢是没有什么用啊，还有呢这些大学生没有热水澡洗呢就打110去报警，原因是他根本就不知道没有热水啊，不知道是要叫瓦斯，连这都不会啊。你会不会觉得真的很头痛啊？好了，我们现在呢再给我们现在的这些了不起的大学生宅世代的这两位宅男请看。我的猪长大了。哎哎，你是没洗澡臭，你洗个澡啦，不要再说了，打电话报警就对了。不是，你应该先看有没有热水吧，你赶快打电话报警就对了。来来来来来，快点。奇怪，这都没有手机哦。哎，欢迎警察局啊。那个哦，我们这里有纠纷，哎，不要再打我了，哎，这有纠纷了，赶快派人过来哦。OK OK， 请问有人报警吗？哦，中午我在报警。好，我们头好乱。我们这一次哈是真的有事情要请你麻烦你帮我们哦，你看，因为我这个报告我明天要交啊，我这个你帮我看一下，我会帮我看一下我写的怎么样。生物在竞争激烈啊，哦，激烈环啊，好环境中存活下来不是随机的。你是白痴哦。能够适应生存环境的个体保取下来，不能适应者淘汰。啊，写错了，这是自然选择的过程。总共错了11个字，记得要改过来哦。啊，错那么多哦，那你要不要打我屁股？你打我屁股嘛？你打，哎、欸、哎、欸，他是走了啦，白痴哦、喔。他没有打我屁股啊，我想他打我屁股哦、喔。哎呦，错好多哦、喔，哎、欸，怎么办？这个这样，跟你讲，你刚刚这个犯的错太小了，他不会打你屁股，你要他打你屁股。你要做坏一点的事情、啊。那怎么办呢、啊？你教我。我出马，看我的啦。快点，快点。哎呦，你要干嘛？你要干嘛？哎呦，哎呦，完蛋了！你要干嘛？看我的！喂，警察局吗？我们这里有纠纷，请派人过来，好吧，拜拜。要怎么了？警察小姐，我是跟你讲的，有没有看到后面那个墙壁？我跟你讲，这是我干的啦，那个台南那个赤坎楼那个喷那个哦，他也是我啦，我自首。他喷很多在墙上，他对他很坏，对，都是我的错，我是坏人。好啦，不能改，善莫大焉，走，跟我去警局做笔录就好了，快。啊啊啊啊！我见到你，哎，哇，好爽哦，难道我牵到手我都没有？喂，哎，我们这里有纠纷了，事情不好了，我要点同一个，那个就是很漂亮的，对，他比较知道我们家住哪里，好，拜。哎，怎么了吗？哎，我跟你说，我好久没有洗那个热水澡，我们家热水器坏掉了，然后后来我本来要去修，结果我把整个宿舍热水器通通都弄坏了，我好坏，而且又臭，哦，有热水哦，哦，那就，哦，我好坏又洗热水澡吧。现在无聊的大学生们，不要说找工作了，就连照顾自己都没有办法了。大学生们，振作点，不要再当草莓族了，好吗？大学生就要再当草莓族了，好吗？热水澡你就洗冷水澡嘛，干嘛要报警呢？我们进广告。